么用心做好你的事业咯，又为人民服务咯，爸爸为你高兴咯，加油！从这个家庭出来咯，为明年 MDRT 加油！那你在注重你的事业的时候，也不可以忘记要适当的事情。而我学这一方面的话，你是不用担心的，因为每次你。